ethnic Miao batik was a kind of print craft in ancient China, and it was added to the list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2006. Miao people in southwest China's Guizhou province have well-preserved batik tradition. They will use beeswax to paint various patterns before dyeing the cloth. And batik cloth can be tailored into various of items like garments, scarves, bags, and even table clothes. The color and patterns of the batik cloth are elegant and beautiful. Cheng Hao, a fashion designer who fell in love with this ancient craft when he first came to Danzhai County in 2017, with further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this ancient craft, he decided to bring its beauty to the platforms of international fashion shows. 小的时候呢，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妈妈给我做，受妈妈的影响，在17岁那年，妈妈就帮我报了一个裁缝的培训班。后来在20岁的时候就开了一个裁缝店。25岁呢，就来到了北京，完也接触了我们中国的一些理念。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刚好在北京有一个展览，让我看到了我们中国在贵州大山深处的这个蜡染的技艺。当时我就觉得这些图案特别的精美，但是 它所承载的这些服装和所有的产品，还需要有待于设计师们的专业的设计，去把它结合在我们当下的一些服饰和运用之中。于是呢，我就想萌生了自己的想用 贵州苗族蜡染做一个系列设计的一个想法，在2017年的时候就准备着用苗族蜡染技艺为灵感设计一个系列的作品。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来到了贵州这片大山，接触到了苗族的这个手艺。那来到这里之后，我就非常受感触，因为在我们现在发展这么快的社会里面，还有这么样一群淳朴的、真诚的苗家的女性在这里 做一个系列，后来那个时候我做了大概6件作品，在2017年发布的时候就备受关注。于是呢，我们就在2018年又参加了中国的国际时装周。2019年的时候，我们依然也受邀参加了国家非遗司举办的中国非遗服饰秀的这个活动。在2020年，我们在英国的伦敦时装周依然也是以中国非遗蜡染技艺的设计创新受邀参加了这个国际时装周。这也是首次中国非遗蜡染登上国际四大主流时装周的一次展示的机会。那当时呢，发布完之后，在国外也备受国外的媒体的一些关注，因为蜡染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灵感。你会发现，它几千年这个蜡染技艺传承不断，它是有原因的，因为每一家里头，它被孩子的背带头上的头帕、身上穿的衣服、下面穿的裙子，包括走进房间里面，他们门帘、他们的窗帘、他们的床单、被罩，包括一个包袱皮儿包衣服的这个包袱皮儿，全部是蜡染
自己的所有的工作室和家搬到了贵州，其实我也就融进了这一群人，成为了这一群人中的一个人。那我也希望以后用我们剩下的时间去做蜡染的这个事情，通过我们这一群人一点点的努力，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蜡染的技艺。